这些都要表明他道德也高尚，是吧？然后呢，政治觉悟高，啊，一心呢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绝对不沉湎于这样一个个人的儿女情长，是吧？但你像姚世杰这样40多岁了，是吧？他还把他的这个外甥女，这个素芳啊，把她给，是吧？这个那样，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只有这属于是资产阶级的啊，他所有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这个意义上的人物，他都是在理想型的概念上，他们不止政治觉悟高，而且道德品质高尚啊，他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他们没有那种自我的经验，没有肉身，就他的肉身是不存在的，是吧？肉身本来人的肉身都有这个七情六欲，是吧？都有七情六欲。那么你对比那两个细节，为什么姚世杰40多岁的人，他从一个那个路上走过，有一个翠娥啊，就是那是一个名声很不好的女人，就是那种她跟很多村上很多的男人这个睡觉的这样一个女人，姚世杰原来也跟她发生关系，就站在那门口想叫住她，这个姚世杰吓得就拼命跑。你们比较小啊，年轻，可能看这个细节看不懂。他不至于说跟他说一句话都不敢，是吧？他不是说害怕，他说自己富农，他不能再跟他翠娥发生关系了，因为翠娥发生关系就麻烦了。但是也不至于撒腿就跑啊，他叫他停下来说句话都不敢，因为这样呢，40几岁的男人呢，他最经不起这些女人的这样一个勾引，是吧？他是因为只要一勾引，他理性，而且他又是资产阶级，他又不是无产阶级，为了量身宝，他也有毛泽东思想在为他坚持。是吧？毛主席站在背后，会给他撑腰。那他不行，他是富农。那么他只要跟这个翠娥这种不好的女人，只要说两句话，他比如就叫她进屋，然后又跟他乱来了。因为他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姚世杰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变成是一个有肉身的人物。他只要是一个有肉身的人物，他就会发现，他就比回到人情了，是吧？回到人情这个经验，他就比较完整。他一旦40多岁是吧，被这个20-30岁的女人一叫住，那么他叫他干什么，他就只能干什么，是吧？他就只有束手就擒。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他不可能有这种理性去战胜那种诱惑。但是梁山伯他是概念化的，他没有肉身，所以改侠向他表示好感，他对他严词拒绝，所以社会主义的文学，它是在一个概念化的意义上。他去书写人物，那么同样的，你像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就是在我们讲到这种改革文学的反思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一方面本来这样一个改革文学，他是要写正面的人物，在理想性的概念化的意义上去书写乔厂长也好啊，孟局长也好啊，是吧？这些开拓性的人物，他就只管他们是。承担起一种历史的重任，他们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他们没有肉身，啊，乔杉呢也装模作样的跟另一个总工程师，他们都岁数都不小了，都50-60岁了，是吧？这个本来50-60岁人的那种爱情也很美好，也很热烈，是吧？钱钟书先生说过，他说老年人恋爱啊，就跟老房子着火一样，烧起来是没有救的，是吧？但是。他应该比年轻人应该是要更厉害，但大家看这个乔厂长上登记里边，他跟那个同样也是一个总工程师的50多岁的女人，他们那种爱就完全像一个革命，在谈工作一样，是不是？他没有任何的那种，不像老年人恋爱，是吧？这个所以呢，到了这样一个开拓者家族呢，他往前走一步的话呢，他就有他的反思性。他也去反思大人的阴暗面，去表现阴暗面，表现那种更加复杂的一种社会的现实。他就不只是去塑造正面的人物，他这个正面的人物是要重要的是要和阴暗面做斗争，和社会的落后的现象、改革的重重的阻力做斗争。同时呢，他们又是一种悲剧的方式来存在，他们的结果是悲剧的。所以当时水云县的霍启、萧蔷啊。他对改革英雄遭遇的困境呢，做了直接的描写。那么，这可以看到这里边，傅连山呢，他面对着是无法克服的权力障碍，这权力与某些民族劣根性纠缠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使得傅连山无法施展他的抱负。所以，傅连山是做一个失败的英雄，他的形象有相当的悲剧意味，他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改革的种种的忧虑，所以这就是改革文学的反思性。当然还有这个张杰198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小说描写了国家重工业部呢在企业管理、政治思想这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沉重的翅膀》已经可以看到张杰和他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种朦胧的、优美的啊那种感伤的气息不一样，这里已经是写的非常的沉重，表现的是我们社会面对的一种困难。当然，这样改革者在何等程度上是一个现代人，这是作者所思考的重心。所以张杰他是力图把这种主人公郑子瑜呢写着一种具有现代人的一种品性，所以他的身上是带着理想主义的光圈。那么同时一样的，他的身上也折射着一种对面向未来的那种理念。当然，张杰的这种面向未来和别人有一种很鲜明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他确实理解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新的一种人物，他到底具有什么样一种特点？那么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学呢，他一直在思考的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深刻的变化的一种时代，它需要一种观念，依然是需要一种理念，去引导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变化。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现代性的这种文学的一种观念，所以现代性的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这点上，它是达到一种极端，是吧？所以我说是一种激进的现代性的经验。所以它要表现文学，它不是回到西方的文学那样，回到个人的自我经验中去，而是回到一个对社会的一种彻底的改变，对社会的发展和推动这样一个历史的渴望上去。那么，改革文学的第二点呢，我讲到现实的期望，改革的攻坚战。其实80年代初的这种改革的斗争呢，其实非常激烈的。我不知道你们上这种政治还上政治吗？你们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政治讨论些什么东西，也会讨论80年代的这些政治的斗争吗？会讨论吗？不讨论。其实80年代初的这种左派右派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是吧？改革派和保守派，所以始终有一种非常激烈的一种斗争，当时改革派这个是胡耀邦啊、赵紫阳啊，像这些都被称之为改革派啊。我使用被称之为啊，是我不一定是我的看法，我是指我们在那个时期的我们的主流的这样一种叙述是这么来理解的啊。那么他们是改革派，然后有保守派。保守派就是什么？还是依然要回到计划经济，是吧？回到这样一个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来统治人们，来管理人们。那么当时的改革其实已经有农村，是吧？包产到户，是吧？又包产到户了，把田地这个分给农民了，包产到户，那么人民公社都被解散了，然后这个包产到户，工厂、企业可以有，那么企业有自主权，要削弱这样一个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削弱这样一个行政权力对工厂生产部门的这种支配，同时呢，出现了个体户，就是这种小商品生产个体户，还有乡镇企业，当时有很多的改革英雄，乡镇企业家，是吧？乡镇办企业，那么这个话说来非常的复杂了，这个背景我没有办法去谈了。那么在农村也是这样，农村的进一步的这种深化改革，其实呢，到了进一步的改革，农民已经可以这种包产到户，农民，
但是呢，农民的包产到户这种生产的新的生产的关系的建立，它依然面临着和我们这样一个制度的一种矛盾，是吧？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有县政府，然后有乡政府，然后有村啊，那么然后一层一层这些农民生产粮食，然后交公粮，是吧？过去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然后承包土地，然后交公粮。后来这种粮食才市场化，是吧？你生产的土地，你自己生产粮食，你自己留多少，其他你去市场上卖，国家来收购。但是到过去是定下量的，你必须一亩地要交多少粮食，是吧？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农村，其实老百姓呢，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是没有人去解决的。他是没人解决，他的困难是很难克服的。就是说，当时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村，是吧？他面临生产资料匮乏，农民的生产经营，你包括种植也好，销售也好，他都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对于整个干部队伍来说呢，他们都是裙带关系。以权谋私是吧？谋取权力，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整个干部队伍就是控制权力。他们控制权力之后呢，并不想为人民做事，所以当时呢，就是渴望有带领农民去重新去创业的这样一种领导人的形象，来解决现实的一种困难，指出改革的一种前途。所以，但是你当时到底说农村怎么改，是吧？其实都是围绕着土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有多大的一种支配权，是吧？他的生产权和他的销售权，以及农民的一系列的一种权利。这个就是后来新兴的出版之后呢，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影响非常大。星星呢，他是塑造了这个李向南这个形象，所以这个形象呢，实际上寄予了当时老百姓的那种渴望，年轻、有魄力，是吧？敢说敢干，能够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那么这样一个形象呢，在当时是深受人民群众拥戴的。所以当时星星作为小说也好，作为电视连续剧也好，那都是万人空巷，都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如果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呢，也可以看到星星呢对当时的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和对当时社会的现实矛盾的揭露，就是一部分的干部队伍，基层的干部队伍。他们完全是，只是对权力感兴趣，只想掌握住手中的权力，用权力来建立一套关系，来为自己谋私利。除此之外，他们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所以这小说在这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保守势力。作者认为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在起作用，实际上是左的路线长期形成的特权体制在改革时代露出的弊端。星星呢？我说的从它的背景开阔啊，故事曲折跌宕，结构紧凑和富有变化，叙事呢洒脱流畅。在当时呢，确实是比较深刻的反映了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小说呢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理解还是显得表面，他把政治的批判改换成文化的批判，这只能说是现实条件限制了作者做进一步的思考。在当时，你还只能批判文化，因为这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体制。我们的体制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是吧？所以公有制，它还是这个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优越的条件，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所以它并没有触及到一种所有制的问题。这是李向南呢，他是这个周礼经演的，是吧？周礼经。你们可能现在觉得周礼经都是太老了，啊，周礼经，啊，
谁呀？哦，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人物，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演员，周礼金，你们不知道，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解释了。那么93年曾经出过一个大案，就是北京市有一个入室抢劫的，把一个舞蹈演员给杀掉了。他的老婆是一个叫做什么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啊，就是《丝路花雨》的一个女主演啊，然后呢被杀掉了，后来破案，当然后来又有更年轻的姑娘这个嫁给他了啊。那么周礼金啊，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非常有刚毅的、坚强的这种形象啊。唐国强一直被人说成是奶油小生，是吧？这个但周礼金呢，他多少有点这种高仓健的，他其实不是还不够高仓健啊，这个跟高仓健还是有点距离啊。但是他比较刚毅啊，比较坚强，塑造这样一种人物的形象。但是呢，李向南这个人物他是有原型的，他是有原型的，他是山西的吕日州啊，吕日州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当时的改革家吕日州。那么这个人呢，倒是中文系毕业的，啊，所以中文系毕业的还是很能干事，写了很多的文章。那么30多岁的当上县委书记，大家知道当上县委书记都50-60岁了。当时干部队伍呢是严重的老化，所以小平同志搞了一个中顾委，是吧？然后那些老干部，过去干部队伍是终身制的，80岁都不退休的，大家知道吧？所以后来搞成60岁退休，那过去是80岁都不退休的。然后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干部队伍的问题是非常大的，有一些问题我也无法去触及哈。40多岁出任朔州市的市长。所以，以改革者的锐气呢，他在全国首推叫"政府搭台，农民唱戏"啊，大胆地推出大政府、大社会。所以3年之后，他是贫困的原平县呢，实现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的总和。所以大家可看一看，他还是非常能干，不是说他喊的这些口号，在当时政府是权力，他是这个领导人民，是吧？那么政府不是服务农民的，啊。农民就是向政府，是吧？这个交租子，不是交租子啊，交这个公粮，是吧？我们现在开口闭口就是说，党和人民培养了你们，是吧？党和人民培养你们，国家培养了你们。那么这种叙述呢，这个经常使我们一直觉得总是觉得愧对党和人民、国家，是吧？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总是要努力，每时每刻哈，觉得党。一直，但是左右背后看也没有看到哪里是党，哪里是人民，也都没有看到，啊！但是实际上，党呢是在我们心中，是吧？人民和祖国都是在我们心中，不是在旁边，是吧？你看旁边没有，是在心中，热爱党和热爱人民，这一直是我们学习和积极向上的动力。但政府呢，它一直是来，人民就觉得政府是吧，就是管理你的，啊，政府不是为你服务的。人民有了问题，他不知道找谁，是吧？他没有地方，没有地方，没有人去跟他解决问题。所以，像李向南这种干部呢，他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有什么困难，他就提出来为人民解决。所以，当时叫做李向南是青天大老爷啊，青天啊！人民，中国的人民，很长时间他就盼望一个包青天，是吧？盼望一个青天，能为人民伸冤做主。这是后来的前几年的吕日州的形象，这也跟李向南还是有点差距，是吧？不像这么帅啊，所以我们电视连续剧，结果还有一个女记者爱上他，是吧？这样的话，女记者就不一定会爱上，是吧？所以这个电影和电视剧，有时候它建构的那种细节和情节，它都是建立在一种虚构的一种基础上，因为其实有时候细节一改动，人物的形象一变化，它这个故事情节就不能够成立。关于星星的这部作品呢，主要是大家去理解他当时李向南这个形象寄予了如何寄予了人民的理想，如何寄予了人民对好干部的那种呼唤，同时是一种年轻的雷厉风行的
啊，有改革魄力的，为人民做主的这种形象。柯玉露后来还写了《夜雨昼》《酸雨龙》，但是这个影响都不及星星。其实当时影响大的还有这个路遥的《人生》呢。